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网红大咖是你好仲文一月份视频播放量以及视频流量收入情况，欢迎观看。你好仲文目前爽网粉丝 96.8 万，那么他在一月份的视频播放量到底多少呢？请看数据统计图。从数据统计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一月份一共发布了32条视频，每一条视频的播放量都相当的高，最高的一条视频播放量高达384万，最低的一条视频播放量也有36万。经过计算，他32条视频的总播放量是3045.4万。3045.4万的播放量给他带来多少收益呢？请看数据分析图。因为你好仲文已经和平台独家宣约，的创作者，我们算他的万次播放单价就按60元算。所以你好仲文一月份视频税前收入是182724元，然后再减去扣税，根据扣税规则，已经和平台独家签约的创作者扣税一般是30%。因此你好仲文一月份视频税后收入是127906.8元，这个收入仅仅是他头条视频流量收入，还没包括他抖音视频流量收入、直播 PK、 直播带货以及广告收益那部分。看到这里，用你发财的手长按视频右下方大拇指3秒，为你好仲文点个赞吧，感谢大家。最后祝你好仲文在自媒体道路上越走越好，越走越宽，给我们拍摄更加优质的视频。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析到此，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想看哪位网红大咖视频月收入，请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我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的评论。想看更多网红大咖视频月收入，请关注我们。感谢大家的观看，下期再见。